现在是早晨7点，我们去温哥华的火车站。过一天总忘我一点。不着急，我们来的早。是吗？嗯。对的，灰色和白色是吧？这是火车票了，对，这票，嗯，你们要实在不放心，拍个照吧，哦，万一要丢了，还对的对的。聊得热火朝天的，然后各聊各的，不知道对方说啥。哎，你穿这身衣服戴这帽特别像韩国的老头。我年轻时候长得像韩国。有人说吗？你说呀。啊，对的，我说你像韩国人。
现在更像了，像韩国的老头，不干活的老头，穿的白白净净，像金山大叔。哎呦，Original. 哦，红的是我的 ，Caesar 是我的红。你给我推荐啊。哎，Caesar， 最好喝的。嗯，好喝。我要再拿这个。黑环盐蒸蝎，往白的迅速交换。